Yahoo！ 首先咧，我同女仔嘅溝通咧係會好過同男人嘅，因為我諗我可以同女仔講到男人嗰個角度去睇佢嘅問題啊。咁所以我係好多紅顏知己啊，真係好多年啦咁。同女人相處戀愛嗰陣時好容易咯，除咗戀愛之後乜嘢都難，因為兩個係唔同動物，咁只能夠係大家一開始的時候都係用感情覆蓋咗所有佢哋睇盲咗，佢好多盲點佢睇唔到。但係當你兩個人已經係走喺嗰個感情嘅嗰個火焰走出嚟嘅時候咧，原來係咁多問題存在，咁就真係要好多時係要容忍，我認為係最緊要。你如果人是沒有容忍量的話，不要跟女人，你跟男人都很難相處。男人生出來就是要來對不住女人的嘛，如果男人生出來不是對不住女人的話，女人就會不用我們的了，因為一定要是我們是要成為他所有東西的不成功的藉口來的。我現在會為你唱一首歌，不是首歌名曲，但你們沒有人知道是我原唱的， OK？人人常欢笑，不要眼泪掉，齐齐同欢乐，芳心心里跳，在那人世间相在共济，虽知人间少得笑，世界真细小小小。呢只歌就是我同关正杰、黎小田，我哋系整个和乐迪士尼嘅表演，我哋唱晒所有呢个，包括仲有欢笑乐园，开心地，开心嘅大家笑嘻嘻。我谂你都未出世。棟篤唱即係話咧，你會聽除咗聽到好多好嘅歌，咁同埋咧，我係會講述一啲我自己嘅喺我成長過程幾十年裏邊嘅一啲嘅體驗，一啲故事嘅幕後嘅故事啊，好似保生銀行啊嗰、那個啲咁大嘅事件啊嘅幕後嘅嘢啊，好多得意嘅嘢。咁其雖然係話係陳欣健嘅故事，但其實係一個香港嘅一個故事嘅一角，亦都係香港歷史嘅一角。咁變咗係除咗係唱，其實係有講。嘉賓方面咧，許冠文啦，岑建芬啊，姚漢啦，佢為我會做一啲特別嘅嘢啦，車婉婉啦，梁漢文啦，陳欣健啦，最緊要啦，爭啲唔記得咗添，仲有李思哲同我一齊鬥扮嘢咁，咁嗰晚係好多歡樂，亦都但係亦都真係音樂為主咯。